Sam， 中华你好，你好，主持人耶，耶。大家好，歡迎嚟到泰通連帽格仔。今日咧，泰國就第一日開翻關啊，全面解封啦。而家去到呢個設龍站，設龍站嗱後邊呢個商場有麥當勞嘅，大家都好認識噶啦。咁啊，今集咧就開翻關啦，咁啊全新嘅一輯係啦，開翻關就關你乜事啊？全新一輯嘅拍攝，前面就係四面神啦。咁我哋過去睇下四面神係咩環境啦。而家咧都多咗好多人喺度行街啊，有啲啊翻工啦。泰國人嘅翻工啦，咁啊有啲咧就唔知係咪有啲旅遊咧，多咗唔少人啦而家。因為今日啊第一日開翻關啊，咁咧就泰國政府咧同埋航空公司咧都宣布咗有應該有成萬多人會入境啊，咁啊訂咗機票啊嗰啲啦，應該呢幾日陸陸續續都有啲遊客啊，或者係啲唔需要隔離嘅國家咧就會過嚟咯。即係譬如喺外國啊，或者英國啊、加拿大啊嗰啲人啊，係啦，都會嚟泰國旅行啊，因為翻去自己個國家唔使隔離咁樣咯。嚟緊我都有一個朋友11月會過嚟啦，即係呢個月可能呢個月中啊咁樣會過嚟。佢喺加拿大嘅，出咗國咧，翻去加拿大咧都係無需隔離嘅，咁所以咧有啲住喺外國嘅港人咧都會嚟泰國嘅。咁至於住喺香港嘅港人咧就未必啦，因為佢哋翻香港都要隔離21日啊嘛。哇，今日好熱啊！咁而家咧嚟到四面神啦。四面神，我哋又見面啦！四面神，咁啊入嚟睇下而家呢個環境，其實都係唔係好多人啊，拜一拜神先。咁入到嚟咧，而家都唔係好多人啊，即係啲遊客都未嚟到啊，其實咁啊有啲人都坐喺度啊，篤下手機啊咁咯。咁而家準備曬好多嘢啦，有跳舞嘅女仔啦，都喺曬度噶啦。拜神啦，買嘢有100匹、300匹、500匹，咦冇咗30匹嘅，唔通而家貴咗，加咗價？你去咩價錢啦？咁啊拜一拜神都好啊。好啦，正所謂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啊。咁睇下 Tony 都要拜一拜四面神啦，因為呢排都冇拜啊，真係要嚟拜一拜神啊。希望呢個拍攝順利成功啊。咁呢度咧，而家就有100匹、300匹同500匹嘅，係啦，仲有好多呢啲。帳啊，大家都可以買翻去啊！呢度全部開曬光，可以買翻去屋企擺啊！咁亦都呢度好多還神啊！而家咁啊，可以喺度簽名、寫個名咁啊還神。而家仲未有人跳舞啊，係咯，咁啊，暫時都係咁樣啦。咁呢度咧就有好多泰國女仔啦，喺度準備去跳舞，幫人還神嘅。但係由於而家啲遊客可能都未嚟曬，同埋比較得閒啊，以前呢度都排曬隊㗎，而家咧跳舞嘅女仔都等緊呢個，睇下有冇人嚟還神啦，係咯。咁啊，睇下 Tony 都啱啱拜咗神，就唔需要還神，係啦，就係咁樣啦。薩瓦迪卡，雲尼雲尼泰蘭啊，波羅地米。咩路啊 ？OK OK， 確個麥卡。相信大家嚟到四面神嘅时候，有啲人话自己系捞正行嘅，就顺时针咁拜啦；捞偏门就话逆时针咁拜啦。其实泰通尼嚟到四面神面前，好多时都见到，无论佢捞偏啦，定捞正行啦，都系顺时针咁拜嘅。所以其实都系冇乜所谓嘅，只要有心亲身嚟到四面神面前拜神，咁就得噶啦。四面神两年前之前咧，就唔俾点着啲香火去拜神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咧。拜神的时候插支香落去就方便好多了，相信大家来四面神拜神的时候都试过插支香落去的时候，香全部密麻麻都很容易辣亲手的，现在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所以拜神就方便得多了。好了，这一集关你什么事，这一集呢又拍摄完成了，四面神分享给大家的影片顺利完成，下一集呢我们就会讲 Central World， 还有什么地方想看想知道、想我去介绍一下都可以告诉我知道。好了，今集讲了这么多先了。
記住，大家喜歡我這條片就 follow 我 YouTube 啦，繼續拍攝大家很熟悉的曼谷的地方給大家看，開關的現場實況。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片就 follow 我 YouTube， 按右下角的鈴鈴，全部一出新片大家就收到通知了。好了，今集講了這麼多先，我們下次再見，記住看通年沒格仔靠半級，拜拜。肥婆奶奶你說減肥好了，好減肥了，這麼肥的。